目前的话，大桥正在进行钢箱梁吊装施工阶段，全桥共有213片钢箱梁，目前的话是完成了49片，占这个总片数的20%左右。预计全桥计划在4月底进行一个全桥合拢，钢箱梁这个宽度49.7米，最重将近约这个400吨。钢箱梁跨中的话，我们最高处是距离海平面大约是90米。我们从这个正式开始起吊到这个提升到位，大概需要3个小时左右。就是为了适应这个航道的这个通航的要求，就是采用了这个主跨1666米的这个全漂浮体系和全手桥。为什么全漂浮体系？因为在海上，这个出海口的风速比较大，这个全漂浮体系在抗风性能以及抗震性能方面是具有更大的一个优势。